有请第一位追梦人上场。你们好，郭老师好，大家好。请问冷不冷？不冷。来自于哪里？来自河南濮阳。这个节目的创意者是谁？创意者是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老总，也是我们的老师和队长。哦，是吗？两位老师好。郭波老师好。一位是导演，应该原来顶缸的对吧？这是我们集团的领导。集团的领导，这么领导像顶缸的一样。现在一年可以接待多少游客？每年可以接待40多万人。就十一期间，就这次我们就连续演出了7场，场场爆满。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濮阳杂技水秀的1000张票，来通过梦想秀的舞台，让全国的观众去濮阳观看我们水秀的演出。我们今天还带来了一段小视频，可以先让你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我们，对，好，那让我们看一下。好看，很好看。好，跟他们聊聊个人的梦想，可不可以啊？谢谢波波老师。OK， 你们这个组合多长时间了？我们三个在一块待了有十几年了。这里谁最大？我最大。体重应该也是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们今天来到我们中国梦想秀，除了表演以外，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波波老师，你可以给我这两个搭档介绍一下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我有了。你已经有了？我有男朋友了。有男朋友，你不能连着说，这个要误会的。其实我们的老师他也没有男朋友，他已经算是高龄剩女。你放心，一块干掉。好，老师，你告诉我，你这是开心的眼泪还是讲不清楚的眼泪？我很意外。就很意外，发生意外嘛，自己要小心一点。这是老师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品种啊？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的，你觉得是合适你的？像波波老师这样的。那这我跟你们明说对吧，我不骗你们，目前像我这样的缺货。什么时候上不清楚。
如果通过我们梦想观察团的梦想表决，我们首批给你们20万资料选择，合适你们的年龄，直接资料向你开放。哦，代表世纪家园啊，对你们做这个承诺。那么你的梦想？因为我们从小都是离开父母，所以我的梦想是，有时间想带着爸爸妈妈，一块儿出去旅游。你觉得潮汐这个问题情况怎么样？带父母旅游这件事情，我完全可以帮得上忙，而且马上可以给你承诺。谢谢。准备投票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小美人鱼在水中梦幻的舞姿征服了全场，也开创了梦想秀现场，启用水舞台的处子秀。